买套衣物了。哎呀，那大包新的。我们田野感冒已经彻底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要回娘家喽。回娘家怎么这么高兴？不过你们也该回去。赶我走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在赶你走。你是希望回娘家吗？哎、欸，这种机会去，这是你大伯自己包的，还是你买个蛋糕蛋？这次呢，我们回去没有提前跟我奶奶说，然后呢，想给她个惊喜。是不是咱们可能要销毁了？就的吧，要不然这个新车，我家那条路太窄，我怕开不进去。我还想说开新的呢，新的刚好带奶奶出去逛一逛。当时借钱那条路不挺宽敞的，那条路应该可以过去啊。我们甜甜说了算，甜甜你说开哪一辆？开这一辆啊？那就听我们甜甜的，就开这辆。咱们就开旧车可以不？你让他开飞机他都开。揍他！老妈，那我们走了啊、哦，今晚就不回来了。这给你奶奶都做点好吃的。我是马上就回来了。好的，都做好了啊。嗯，出发，走吧，走吧，拜拜哦，拜拜。那你会不会想爷爷奶奶呀、啊？爱我吗？爱。真的吗？我好玩。哇，好漂亮的风景哦！啊，看 ，beautiful。是 beautiful，beautiful。到了，又到了考验车技的时候了，看到没？前面的摩托车，这应该是3公分吧。前轮再打一点点，往里面拐了，不能再开外面了。总算过来了，你把摩托车司机都有点紧张了。就是这条道是我家这边最窄的，别看这条道刚刚好，这边还有一块凸起的石头呢。我跟那辆车已经被那块石头刮破了2次轮胎了。我说舅舅的车呀，真正高难度的地方在这儿呢。左边看不到路，右边还靠着墙，这边就担心被墙给刮，这边呢就担心轮胎会掉下去，这个后轮都有点悬了。这头翘的我啥都看不见，我的妈呀！大伯他们也回来？对呀、啊，有可能回来过端午了。阿茂，阿茂，哪里人？哪里人？别来了，外面闹个何事啊？外面寡妇也长多少天家了？寡妇几天？你要紧呢？你爱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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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家。啊，是俺们家了。俺们家了。在这里啊。到俺们这里，生活叫我们。啊，今天早上怎么了？刚刚挖好的就讲，就是这种，两块钱。奶奶自己一个人哦，平时做的都很随便。做好的。门里得挖球。挖球哦。嗯。刚到我爸爸呢。门里门。莫花零贵哦，哎，莫花零贵哦，哎，莫花贵的，跟咱这个差不多了，哎，嗯，莫花今晚在穿的哥宽买问，宽住啊，啊，他都不好呢，哎呀，我的老戏员要再给俺莫戏员带去，明天带了，你俺给我拿着，哇，怪你强嘛哈，啊，他票上咋子来了？对呀，咋子的？俺拿的葫芦皮的，拿这个雷露拿我回家去，来这个，啊，你这光包抢嘛哈，爸，嗯，爸，我今晚我不会拆的话。我没猜，我怎么也不会没猜的。要不然当家给你看。医生给你打针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在大伯楼底下搜了一通，总共就搜了8个洞。8个洞子已经很多了，奶奶她一洞也就吃一个就够了，这洞子特别大。小智啊，爱家就改吃。小智，嗯，你看咋样？你看你长几岁呀？我嘞，我光的。啥？我们为我腿呀，刮大了，这位。我奶奶去年说那套冰丝的妈妈装很好穿，然后呢，我今天再给她带。我为我腿呀，三哥讲。假修，请接请假送。假备用。嗯，谢谢哟。没谢哟。谢谢哟。再见啦。这人工啊。这那是一首人歌，啊，这是一首牛哩。侬大家歌是我挂在心角了嘞呀。没有，家一个人啊，你啊。伊讲就我讲不讲，我买一条肉，买龟卡，伊说那。别了，别了，很棒啊。我们考虑到现在奶奶她牙齿全都假牙，鸡爪已经啃不动了，所以说这一次就没给她带鸡爪过来了。这个蛋糕很松软。阿妈，你起来。中午好吃嘞。你都包夹个吗？嗯，中午好吃。宝宝，你要不要？哪个亲戚嘞？宝贝，看看奶奶是衣，是吗？哎，行哎。孩子们穿好有喜感哦，远远的。我奶奶肚子肉肉太多了。站站，别干。哈哈哈哈哈。挺好。感觉这一套也挺好看的啊。嗯，但奶奶更喜欢那个红色的。感觉这一次哦，回来奶奶明显整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，感觉开心很多哈。那是啊，咱们穿件突击嘛，她开心。刚才吃好的。这些啊，摆出来。
这块六咋给我走？他说想去我嫂子家看看那些孩子。阿妈，啊，你这样营销还得媳妇来呢？营销，你说营销呢？卢比又得媳妇来？他我转载的，一些有个你们来接给我哥，你给我们怎样？这个大哥，我这个的，哥应该从我哪里来的？是呀、啊、是呀、啊，欢喜不？欢喜，人就好笑哟，走，多少点做，咱那去呢？那他是忙你了，不辛苦了咯？都忙你啊，今年最初不进哟。今年不。明年都算早了，你看奶奶那个表情，还想着今年不生啊？我刚才他一年五了。哎呀，你别逗他。我看大包新鲜。没了便宜的。我只安排对人嘛，一般的啊，第二个不能的。管你管。嗯。这是你舅舅的女朋友，舅舅啊，你堂舅，你堂舅，年纪大了就是这样，整天就是惦记这些儿孙的这些终身大事。你还算争光的啊，你们家族的第一个。哦，我还没有，我堂哥才是第一个，长得漂亮就嫁得早啊。你嫁得早，那爸爸怎么办？你这一张大路来给你给错不了。哎哎。干嘛了？你加班。